专家和同道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脑卒中专科联盟 NNEWS 1+12018国际卒中热点速递学术交流会。我非常荣幸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今天学术交流的来自各地的嘉宾。首先是我们邀请到了这一。